诗篇七十八篇九篇，太别是高日临终日，我所赞美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。你因为恶人的罪和伪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杀谎的舌头对我说话。三，他们围绕我说阴险的话，要无辜的攻打我。使他们以我为铁，以帮我哀，但我尽心祈祷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哀。六，因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，派一个对头针刺他右边。七，他所宣判的时候，因他出来担当罪名，因他的祈祷犯神罪。八，因他的言语遭受。因别人得他的积分，叫因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因他的儿女漂流脱翻，从他们放羊之处出来，求食。十节，因强暴的债主罗乱他的赤手要的，因哀人向他罗碌得来的。十二，因无人向他善人面施恩，因无人可怜他的孤儿。因他的孝言吞切，命尸皮涂抹，不存以下胎。十四，因他祖宗的罪孽，皮也薄薄纪念；因他母亲的罪，割不皮涂抹。十五，因这些罪从妻也薄薄面前，使他的命可吞切以死。十六，因为他不相信恩，却必被困苦穷乏的人。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处死。十七，他爱咒骂，咒骂就连到他，他不喜爱不乐，不乐就与他人离。十八，他那咒骂当义父传送，这咒骂就游说进他里面，想摇捏他的骨头。十九，因这咒骂当他扎心的衣服，当他长束的腰带。二十，这超师我对头用恶人议论我的人，从亚伯伯那里收的报应。二十一，主亚伯伯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。二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二三，我如你人将千篇写而去。我如蝗虫被丢出来，你是我现今是切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。你是我输他们的笑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你是六亚伯伯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你是七，是他们知道这是你的笑，是你亚伯伯所行的事。二十八，因凭他们咒骂，明因你师父他们几时起来，超你超别蒙笑，你的仆人却有欢喜。二十九，因我的对头披带笑辱，因他们以刺激的笑愧，为哀袍扎线。三十，我有用球竭力牵车也爆发，我有在众人中间赞美他。三十一。因为他必斩裁穷乏之人的右边，要叫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